今天的计划是去当个美女。真不要脸，走，带你们出去拍照去。这里就是有点酷。这个臭水沟也太硬核了。Just please don't go too far. 他感应了吗？对啊，他跟着音乐在闪。On my own, just give me a chance. I wanna try it all. Let me learn. 还有一棵圣诞树，这个裤子码给我拿小了。最后拍一个圣诞树的景。专门穿了这个很圣诞很新年的衣服，今天这些双眼皮贴贴的是不是非常的专业，灯光 Hello 白发光，这个灯大这一身看起来好暖啊，软乎乎的。手工了，手工了，终于手工了，弄什么了？展示一下你的大雕。哎呀！嗨！来继续工作，选衣服，这个好好看啊。你好看的话，颜色。自卖自夸开始了。嗯，挺软的。好，开始夸吧。酷酷的，超好。漂亮，白云哦，你穿上怎么这么美？我的天，颜色这么多，百花齐放。哇！别夸了，救命啊！来，选哪一本？选哪一本？但是这本哪个颜色呀？红、不要！这个一戴上，怎么突然有股新疆的味儿了？然后工作室的几个设计师小姐姐也是一直在家里面等我拍摄完我回家，然后对完款才走。但已经9点多了，准备从美女打回原形。拍了一天，晚上也没来得及吃饭。今天晚上露比亚还出去开会去了，所以今天收工后的夜晚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哎。拿出扒垃圾桶了，你们发箍越来越多了。我灵机一动买了一个伸缩杆给你们展示一下。哒哒，真的是太机智了，又一个实用收纳小技巧。